老郑，于建，就刚才那个两期的时候，台上叫声，我那期的音色弄错了。安静的生活能让我自己能感知到很多东西，人能变得特别有接受性。我有那个冲动去做音乐的冲动，就像我小时候一样，那个冲动很多年没有了，消失掉了。然后我每天都惶惶不可终日的挣扎了好久，就这个特折磨了我很久，就是我。甚至我愿意把我得到的东西全部放掉，因为我觉得可能，在我小的时候拥有的那个对我来说更重要，但是有的时候你不可能回到过去，它早晚会发生，就是我就觉得去体验它吧，去体验它。我觉得一切都是时间赋予的，我觉得人不可能在痛苦里待一辈子，就是痛苦是一个治愈的过程。突然有一天那个冲动又回来了，我这是没有什么，对我来说没有什么比这个更开心的，因为我不能想象，如果我每天不去弹琴不写歌，我该干嘛。其实我觉得音乐跟做人是一体的，就是我过去音乐也是那样子，非常个人化，就是，但是真的当我岁数越来越大，我越来越想突破那个特别小的那个东西，我满意我自己的音乐上的变化，是我觉得我变得越来越宽阔了，越来越宽了，然后。我想是因为，一定是因为我做人也宽了很多吧。我并不是非要活在我自己的世界里，我就觉得我现在越来越进入我自己的心，就是比原来进入的更深一些。然后我发现，当我进入越来越深，我发现里面是越来越多的光明。我们应该用更宽阔的胸怀来看这个世界，因为这是个未知的世界，就是我们任何观念对我们都是束缚，就是我们应该打破掉那些观念，才能够看到更多的东西，对，要不然我们永远是生活在观念里面，观念就是桎梏。我不觉得我亏欠别人，我觉得唱片是我对我自己的交代，我只亏欠我自己，我希望我能一辈子都能玩音乐，都能写歌，用我的全部做那件事儿。我快些扬起你那苍白的脸吧，我快些松开你那紧皱的眉吧。你的生命它不长，不能用它来悲伤。那些坏天气
终于都会过去。人们都是这样的匆忙长大，哦，那些疑问从来没有人回答，就让他们都去吧，随着风就这么唱，哦唱，哦唱，哦唱，那些东西大妈都不能给你，哦那些风雨。